公玉的玉哈，真玉真玉，恭喜我们的得奖业者，恭喜你，谢谢。继续我们要来颁发的呢，也是佳作真有爱，恭喜我们的业者。那我们的真有爱呢，是这个包栋民宿哦，一天只接待一组客人，两个人就能够包栋哦。恭喜，继续我们要来欢迎佳作奖春苑子，恭喜啊，是位在我们的台南市将军区，恭喜您，谢谢。继续呢，是我们的佳作 Local 乐客背包旅站啊，既是民宿也是艺术工坊哦，是来自我们的乐客我们的背包旅站，恭喜您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准备颁发铜奖顾家，合照颁完了吗？ OK， 我们继续颁发的是银奖，我们的去游世凯民宿哦，民宿业者 ，OK， 好，我们请我们所有的民宿业者一起。来，记者要不一起来？好，我们请我们获得的铜奖的顾家，另外呢，还有我们的银奖啊，去游赤坎，以及金奖 Handline 6910哈考。来，同时也请我们的局长一起来进行我们民宿得奖的所有的大合照。我们有七家的民宿业者哈。再次的恭喜这七家民宿业者，谢谢您，谢谢。继续呢，我们要来进行的是旅馆组，首先欢迎获得我们佳作台南安亭雅乐轩，由我们刘佳佳刘经理来代表授奖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来颁发的是我们佳作台南大园皇冠假日总监，欢迎我们高总监来代表领奖，获得的是佳作奖项。继续要来颁发的是巨地花园度假庄园，获得的是我们佳作奖，由我们的张董事长，恭喜，谢谢。继续是吉村大饭店，一样是我们的佳作奖项啊，由我们黄特助，谢谢您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颁发的是铜奖桂田酒店，欢迎徐经理。继续我们要来颁发的是银奖柳营尖山堤度假村，由我们的陈总经理来领奖。接下来欢迎金奖得主西荣轩大饭店，欢迎陈总经理，恭喜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进行我们旅馆业的大合照哈，我们请台下的六家业者一块来到我们的舞台上，同时也请我们林局长。好，看到我们台上呢，也就是我们七家哈、哦、这个旅馆的得奖业者，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副市长，还有我们林局长哈、哦，共同的来进行合影，看一下我们的前方，谢谢。